这个处女马上就要生了，只见她肚子瞬间鼓起，眼球变成了白色，疼得女人哇哇乱叫，不断的大口喘着粗气。忽然一股神秘力量袭来，咔嚓掰开了女人的双腿。随着肚子越来越大，女人眼瞅着就要坚持不住，直到裙子整个裂开后，一个诡异的肉球呼哧被生了出来。一旁的哈士奇见状，好奇的走进肉球，女人见状想要阻止，可惜为时已晚。哈士奇直接当场脸的盒饭，看着恶心的肉球，女人控制不住的吮了一地。下一秒，更加奇怪的一幕就发生了，我的乖，一个两米多高的婴儿居然从肉球里钻了出来，女人被吓坏了，拖着狼狈的身体奋尽全力的朝远处爬去，而婴儿则一路伸着小手不停的追逐着女人。只见女人浑身是血的爬进厕所，然后关上肛门把门锁了起来。就当女人以为自己安全时，婴儿居然把头伸向了窗外，直勾勾的看着女人，接着放声的大哭起来。那刺耳欲聋的声音瞬间震破了窗户玻璃，并且当场送走了女人。